陈伟霆成这位最惨男主，落水失忆车祸一个都不少。电视剧《橙红年代》在浙江卫视播出以来持续圈粉，观众感叹陈伟霆牺牲偶像包袱，犀利哥扮相好惨。在昨天的剧情中，刘子光为了保护心爱的胡蓉被汽车撞飞，生命岌岌可危。对此有网友不禁长叹一句，前天光哥刚载着靓妹我龙摩托兜风一腔柔情，今天这人就在医院躺着了，不由得让人心疼起光哥曲折的命运。刘子光或将成为2018年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最惨男主，剧情还没过半，刘子光已经经历了身心的双重折磨，惨到不能再惨了，深入毒窝日日毒打，深入毒窝日日被毒打，二入虎穴负伤失忆，重回江北结下新仇，身边人先后遭遇暗算，连自己也未能幸免被汽车撞飞。刘子光何时才能安好呢？许多观众不禁随着剧情一次次的紧张起来。